各位好，我是台北三奇艺术的负责人毕姓徐。今天我来介绍一些精品又高端的老寿山石。那这些寿山石呢，是我本人呢在早期的收藏，是像一位日本古董商，他的名字叫金井川一，他是1972年呢，从派驻到中国大陆的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当时这位金井他的愿景就是说，有朝一日他回到日本东京，开个古董店。所以说他在中国大陆跑遍了各大地方，也到了福州总厂，还有各地方去收购了一些古董文玩。其中福州总厂的寿山石，他收了不少精品，迄今从1972年到现在，也至少也有。如果说按照那个雕工的再研加算器，至少这些寿山石作品至少有六十年以上的历史。那其中这些雕刻的寿山石呢，不乏一些名家，比如说林炳生、郭公生，他是属于一级的国家大师，还有石龙、陈敬祥。金井当时到中国大陆也有幸用比较便宜的价格跟一些郭公生收购了一些这些好的寿山石，而我也很有幸的跟金井交流，也收购了他的一些这些好的寿山石，现在存放在台北三奇艺术馆珍藏之中。希望对寿山石有兴趣的朋友能够多跟我交流交流，互相对这个寿山石也非常稀缺的东西做个交流，谢谢，拜拜。